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叶。那这次的，圣诞节真的是因为苹果在那边放感恩节还什么的，导致好多游戏都一起延后才能够更新上架。那这次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补偿呢？因为如果照营运的说法的话，搞不好营运会觉得是 iOS 的问题，又不是我们的问题，搞不好就不会补很多。所以再看看吧，希望至少要有一个30颗石头吧，应该啊，希望。那这次的话，我的目标就是礼装，然后刷箱嘛。旁边的健阿福真的是很可爱，所以如果他愿意来我家，我也会很高兴这样。那主要目标一样是礼装，希望能够涂满1张5星，1张4星，2张3星好了，希望。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开抽吧！好紧张哦。然后这个时段，应该很多人都在，也想要抽健阿福，所以很卡应该是很正常的。哦，第一张就是3星的活动女装，可以，赞赞赞赞赞。那我第一个10连就不 skip 好了，感觉还不错。哦，金卡哎，哇塞，谁啊？童谣，哎，童谣，哦，有 pick up，哇塞，没有卡也没有金光，什么都没有，谢谢哦，谢谢，哦，这个有卡，然后反而等等，我早就有的钢的锻炼不知道几张，然后这个在卡，然后刚刚角色反而没卡，奇怪，其实每一次的数值，哦，四星米中，赞赞赞赞赞，香香香香香。其实每次的数值金卡转过来，我都很希望是孔明，因为我家就是没有孔明，而且我超想要，然后死都不来，然后再 pick up 抽，怎么抽也不来，这该不大流士吧？也不是，因为大流士有 pick up，我很担心会抽到他，抽到他感觉就是叫我回非洲。现在剩5星礼装，还没有抽到，希望可以来。虽然这次5星礼装正反两极还蛮多啊，就是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因为它比较偏有点欧美的感觉吧。但是我就觉得还不错啦，只是好像有些社团反应比较大，就是觉得不好看，不是唯美派就不好看，我是觉得还行啊。可恶，礼装就应该来5星啊！而且要也是来活动嘛。刚刚童谣真吓死我，想说，金卡呗，米卡会是谁？然后还是不是？果然没有卡的角色都是已经有的。哦，金光，有种剑阿福过来，剑阿福飞吧飞吧飞吧！哎，又是。谁啊？又是童谣！刚刚说没有金光，然后现在马上再来。好，童谣很会，很会。哦，第一个10连其实还不错啊，童谣很赏脸啊。那趁现在水温还不错，继续抽。可恶，两个金卡数值什么时候转出来会是我想要的孔明？好可惜哟、哦。C 八哎，可是不会转金。刚刚没有 skip，还蛮 old 的，这样我要 skip 吗？不然再看一下这个时间怎么样好。C 八，哦，转金哎，但是会是剑阿福吗？感觉刚刚没有卡哎。剑阿福，真的。诶，截到了！哇塞，哇塞，银转金！可是刚，哇塞，哇塞，哇塞，那我直接 skip 啦，这没有什么好犹豫的啊！剑阿福，谢谢你赏脸。那我现在要剩5星礼装，第二个10连就抽到剑阿福，好开心！感恩感恩，谢谢你剑阿福，等下好好听他的鱼。
五星礼装也来了，太棒了！开心开心开心！哇哈哈，哇哈哈哈，来たよ来たよ，ついに来たかも。クラス、セイバー、アストルフォ。本当本当本当に最優のセイバーだってば。なんだったら出るとこ出てもいいから。ともかくよろしくね、親愛なるマスター。あー、親愛なるマスター、ありがとう。哎呀，不想讲日文，好白痴哦。啊，这次的时间真的太棒了，那赶快继续抽吧。哇塞，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刚刚我等一下到时候回去看一下影片，他有正常要引转金的话，不是应该要先从在第一次转出来的时候就先看卡背的直接才会引转金吗？刚刚怎么没有看到呢？好奇怪哦！不死 keep， 哦，有个金光，有一个金光，会又会不会又是直接保二呢？谁吧？哎，阿卡，谁呀？哦，马斯哦，哦，差点忘记有马斯哎！我那时候在抽狂中纳的时候就保三他了，现在刚好保四，不错不错，而且马斯是个很贴心的好男人，如果他当男朋友感觉也很不错啊。而且这次很多自选好像也有人选他，男生应该就他了吧，我 skip 好了。再来五星礼装，连四星活动礼装都看不到了。拜托五星，哇，开心开心，五星活动礼装，再来再来再来，五星活动礼装，再来再来再来，哦，五星五星五星，啊，可恶。不过这个十连也很香啦，有马斯就给赞好不好？有五星礼装也给赞，毕竟我这次的抽数就是如大家看到那个就是不多，所以能在这么不多的情况下抽到剑阿福，我真的很感动，也很感谢他来我家。真的是很意外，因为我家其实已经有一只冲天了，所以可有可无，这样好坏哦。总而言之，我很感谢他来。我 skip 好了。大流士，等等，大流士，讨厌，有大流士就有点紧张。不过我已经抽到剑阿福跟五星礼装，数值孔明啊，孔明，啊，童谣，我童谣应该早就已经保十了吧，应该，那童谣有点太爱我啦，好讨厌啊。哦，三星礼装刚刚也都没抽到呢，好啦，不错，可以，可以哦，都有四星，刚刚这样抽起来，五星又有四星，真的很不错哎。每个十连都有一只四星，不错哦，不错不错不错，好 skip， 给我礼装呀！四星的搞不好都没办法涂嘛，可是我超喜欢四星的，呵呵，没了没了，啊，去吧，拜托我这样子四星才两张，连三星都没办法涂嘛。果然礼装很难抽啊，我角色都不知道抽到几张了，结果反而是礼装这么难抽，傻眼。礼装，哎呀，五星五星五星，哇，我好感动，感动感动感动，有五星。我现在比较想要看到一条线就好了哈，因为我觉得三条线应该都是同样了。哦，是阿伟老师。阿伟老师的声音又是宫本聪，我很喜欢啊，他超棒的。好了，我 skip 好了。虽然抽数不多，但是哇，差一张五星，拜托再来一张，我求你不要结束，不要结束，不要！啊，再来一张。啊，怎么又是你？讨厌！哦，还有，拜托五星礼装，五星礼装，五星礼装！啊，
这样子真的很囧哎，全部没办法涂满。还有还有还有，我是你哥，我是你哥。大小姐，千金你来干嘛？好，没了啦。可恶，这样五星是不是差一张啊？呀，啊，按错了。そろそろ。可恶。五星正差一张哎，可恶，这二十四颗石头。不然等一下好了。好了，我刚刚去捞了一下石头，挤出了最后一个石莲。那么，来吧，拜托，我只求五星礼装一张，然后四星礼装两张，啊，三星礼装？问号问号，没关系，三星礼装，有抽会努力抽的。所以重点是四星跟五星，五星一定要涂满呐，拜托了 ，skip。拜托给我礼装五星，四星，不要这样就结束啊！拜托，啊，金光，谁啊？剑牙府吗？还是孔明？孔明，孔明，谁吧？孔明，孔明，不要，不要同妖，不要同妖！哦，又是同妖哦，怎么每个？好了，这就是，哦，心里好难过。好想要。然后也没有五星礼装，礼装都来不相干的，好讨厌哦！没了吧？真的没了，我勉强挤出来的石头，好吧，没了。匍匐单抽，给我五星礼装，四星的哎，还不错嘛。其实，好吧，那我等之后有多的石头，我觉得官方还是会给补偿啦。所以等那些石头来之后，我就会再来抽这池。然后希望能够涂满五星，然后现在四星应该没办法涂满，三星没办法。那最高兴的是这次第二个十连，第二个十一连，阿福就来了，很开心。那也祝大家这次圣诞节抽卡顺利。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就麻烦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啊，有问题也在底下说就好了，拜拜。